请主持人赵串。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婚恋心理专家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恒严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四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各位，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对，有请。张先生，32岁，来自重庆销售；张女士，31岁，来自重庆餐饮员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张先生一脸的凝重啊。嗯。干嘛这么凝重啊？因为我和我老婆结婚了快1年了哈，因为我们是债主家庭，他的小孩也没跟着他，我的小孩也没跟着我啊，所以说我们没有共同的一个小孩，好，我就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在生活里面什么阻挠你们要宝宝呢？我和他两个经常会因为我前妻的一些事情来争吵。哦，你们不都已经结婚了吗？是结婚了。跟前妻还有什么关系啊？事情可多了啊。不但是前妻的事情吧，他就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理所当然，你应该做的，这是你的职责。就没结婚之前还跟着还帮着做点家务啊，还你生气的时候还哄一哄。嗯，现在的话就是回来床上一躺，像大爷似的各种懒，然后平时跟兄弟伙啊这些出去吃饭啊，招呼基本上都不打一个就出去了。然后跟前妻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说不要去联系就行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这样子做出了种种事情，我真的我觉得非常。不是，他都做了些什么吧？我听起来好像你现在对这个男人和这段婚姻都是很否定的一个态度，是吧？我没有安全感。啊，那他跟他前妻到底做了什么了？一而再，再而三啊。他后来对我的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在一起久了嘛，好像就厌了似的。他出去像开会啊这些，本来说要回来的。这跟他前妻没什么关系啊。我接着跟您说，你就知道呗。啊。他出去之后没给我打招呼，然后手机一直关机，几天都不回家，我也担心嘛。家里面有个手机，把那手机拿出来，把电充着开了机之后，我把那个他 QQ 平时锁起来了，我好奇，我电话没翻着嘛，我总要找点东西嘛，我无聊我就翻着看，里面全是他和他前妻的照片。为什么这个时候和我在一起还要留他前妻的照片呢？这个事情呢，我是有话要说的。第一，我的话现在已经没有去玩什么 QQ 这些了，而且这些照片都是我还没离婚的时候，这些照片就传在这个相册里面去的。那就不能删吗？当时哈，我是说的有小孩一起照的照片就不要删，好，没有小孩的就可以删。好，行，这咱们放在这儿嘛，就是妻子要删，丈夫不想删嘛，对，是这意思吧？这个事儿吧，就这样过了。就是我其实我自己挺那什么的，我觉得反正是我自找的吧。然后那一次他出去，下午就出去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他马上就回来。5点钟发的信息，发了之后我等到10点钟，等到晚上10点钟还没有回来。我打电话结果关机了，我到处打他朋友的电话都找不着他。我等到差不多凌晨4点钟吧，朋友才把他送回来，而且是喝得醉醺醺的，我非常生气。他回来之后还跟我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哈，说我什么没有格局，就拿我跟他前妻做比较，这是我的错吗？我没有拿他做，没有拿他哈给我前妻做比较，我只是说你不懂事，因为我朋友。你前妻懂事儿。因为我朋友送我回来，他下楼的时候哈，他就拿脸色给我朋友看，他就叫我把门的钥匙给他，我就把钥匙给他。好，给他我就跟着他上去，他就直接把门关住，好，关住了就不让我进门。那你喜欢在外面玩，你就在外面玩呗，你能从头一天出去，第二天凌晨回来，你还跟我拿前妻做比较，我怎么了吗？我好，这个事儿你说无理取闹也好，怎么也好，你给我解释这个就是我最在意的那个事儿。后来他的妈妈肺癌，我就说想跟他一起回来，他就不让我回来。就跟我说店里面必须要留个人，因为当时店里面还有2个员工，其实我和他一起回来根本就没什么事儿的。但是这个时候是他的前妻要带着他的儿子从福建那边回来，所以他不让我回来了着。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哈，当时老妈去检查出来是肺癌的晚期，快不行了，好，我就立马就给前妻打了个电话，把儿子带回来一起照个全家福什么的。因为我们从来没照过全家福，我前妻就回来了。好，回来啊，他就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
就我那不是还是关心妈妈的病吗？你看嘛，我就说我在关心家里的事，没有他就老是指责我。他是在关心我，就是和前妻一起出去了没有？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上面，我完全不想去讨论这个感情上面的事情。你是不想我给你打电话打扰你们吧？那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是怎么说的？他说因为妈妈的事情，因为家里面特别多的人，不会就是说单独和他相处，他是承诺了的，但是没有办到啊。然后你说照片的事情吧，当时回去应该是我回去吧，我是现任的媳妇儿，她是你前妻。然后那个照片，他前妻在那个照片里面还和他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你们才是一家人，这是你们的全家福，知道吧？这个里面没有我，你没有我，你们家人所有的人都没有我，知道吗？照片的事情他也是个误会，当时是我前妻把手机就掏出来，他说来，我来给你们照几张全家福。当时就是我们二姨，她也和我们在一起，就叫我前妻也进来。因为当时这种情况，哪怕是我心里面我不愿意，我也不可能不让她照。好，照了照片过后，我妈就走了。好，走了过后就把这些事情都就全部处理完了。问一下啊，为什么你不让她一起回来？没有，因为当时那边的生意必须要么就是我留在那里，要么就是他要留在那里，是一定的，是吗？对对对。就不能关门一天吗？不能。为啥不能？赚钱，因为要赚钱，要生活。也可以让员工做吗？这些事儿非要我做吗？我就是觉得他回去就是不让我回去，就是觉得处得尴尬，而且想和他前妻团聚在一起，所以他才不让我回去的。哎呀，行吧，咱们先把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吧，听着已经头很大了。就这不是他们俩在婚姻生活当中，你是一直在跟前妻比是吧？不是我比，是他在拿我跟前妻比。从来没比过，语言各种讽刺。没有，我每次说他。好，不说这个，这个争吵没有意义嘛。嗯。咱往他还跟前妻怎么着？然后现在还跟我说要到福建去做生意，到哪儿做生意不是做呀？非要到福建去吗？整个中国没有生意可以做了吗？只有福建有吗？不就因为前妻在福建吗？忽悠我，我傻的吗？不是，他是要自己去做生意，还是你们一起去做？他要去啊。因为那边亏了嘛，混沌价。那你跟前妻的关系怎么样？朋友关系了，就像现在是朋友关系。就是你跟你前妻离婚的时候，就双方并没有受伤，是这意思吧？对对对。他们关系非常好，比我还好。你觉得他们关系好是你的悲哀呢，还是你的骄傲啊？他是不应该这样做呀。是他不应该，还是你在一直推着他呀？我没有推着他。你不要较那个劲嘛，你要听他把话说完嘛，你要听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嘛，真急人你也是。那您跟您前妻现在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啊？就是一个普通关系，基本上都是为了孩子来赚，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交流哈。好，因为我和他两个经常会因为前妻的事情吵架，现在是微信也删掉了 ，QQ 也删掉了，唯一就是什么关抖音上面有关注。我问你现在妻子几个问题啊？就是你跟你的前夫是老死不相往来，是还是不是？不是。因为什么你们会联系？因为孩子，光明正大的联系。你的意思是他是暗通沟渠，并未光明正大？他背着我了。你指的背是指什么？就是他们抖音上面聊天了，他就自己偷偷把它删掉。好，我是不会删的。应该要给你看到是吗？对呀，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所以你是希望他在你这儿全透明，对吗？对呀。这是你的理解，对不对？对。好，下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家里一个至亲的人需要看你的儿子，你会怎么做？就让他们和我一起去接过来看呗。谁一起接过来？我妈妈或者我爸爸或者我妹妹。但是你的前夫要求说这孩子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才同意。那可以啊，叫他一起啊。然后叫谁一起？叫我前夫一起，然后叫上想看到的那个人，再叫上我。然后呢？就必须得有第三个人在。然后呢？就这样啊。你问他会介意吗？有第三个人在，你介意吗？我不介意。他也有第三个人在啊？没有。咋叫没有嘛？反正我就不相信他。如果这样，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啊？你现在完全活在他跟他前妻的阴影里吗？多痛苦啊！想着他对我离了吧，离了吧，他对你好什么呀？都是前妻，这准备去福建跟他前妻在一起做买卖了，人家就是要破镜重圆。前段时间我生病了，这跟你生病没关系，别讲这些，冷静点好不好？我舍不得。
舍不得啥呀？我们都认识很多年的吧。他跟他前妻认识的年头更久哎。反正自己就舍不得呗。舍不得啥呀？我问问你啊，离婚咋样？我觉得没必要。我就问你离婚行不行嘛？不行啊。没必要是什么意思吗？是因为你还爱着他，你喜欢他不离婚，还是说没必要离婚呢？没有，我是爱着他。好，而且我们只是因为前期事情一点琐事，事情不大。这事儿还不大呀？他是每次抓住不放。好，到底所以大呀？我每次要跟他解释啊。对呀，你解释得通吗？解释不通啊。对，你越不就是越解释越黑了吗？所以就离婚吗？但是我和前妻两个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是，我就离婚没说你跟你前妻有任何问题，是人家认为你跟你前妻有问题。我们两个感情，你们还有啥感情啊？他压根儿都不信你啊，你们俩有什么感情？但是我相信他呀。那有啥用啊？人家不信你啊。我就给他解释他，你解释不通吗？对不对？你说呢？事情最坏不过如此嘛，所以我希望你特别冷静地考虑一下。你现在完全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你在想他是怎么样的，用你的方式来推测你的先生，你应该听他说，自己去判断，而不是完全靠自己的想象。他有做的不对不好的地方，确实有，但是你不能活在这种状态里。今天听说你的妈妈也来了是吧？对。来，我们把女方的母亲请上来。来，有请。这女婿喜欢吗？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工作不稳定嘛，没得主动的经济来源嘛。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这女婿你不喜欢。嗯。你看好他们现在的婚姻吗？没有看好。不看好是吧？女婿说了，让闺女给他再生个孩子，您支持吗？不支持。他们俩现在要离婚了，您是不是特别高兴啊？这是您的真心表达呀。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都没得个正式工作吧，你拿哪个来养家嘛，是吧？妈妈最核心的是没有正式的工作，你拿什么来养家糊口？你靠什么来生孩子？所以她考虑的第一位的还是物质，对吧？好，谢谢您啊。请回，请回，请回。我们请妈妈来，主要是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下这段婚姻关系，了解一下这段婚姻啊。你跟你丈母娘关系是不是也不太好？没有经常说话。为什么不？因为我这个人平时不善于表达的那一种。你也特别难受，对吧？你不希望第二段婚姻再失败，是不是？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问卷。想问一下这位姑娘啊。漠视、不关心和前妻，如果这三个都就给过来。好，谢谢周老师。来，曲总，我觉得女生在目前的状况里呢，显示的是极度不自信。三座大山，她和前妻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那是无法抹去的。第二，她的孩子，这是一辈子断不了链接的。第三，公婆那边对于前儿媳妇的态度，对你左右不了，对不对？即使你把他前妻所有他们在一起的痕迹物理上的抹掉，就把照片那些都删除掉，其实反而是强化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本来就是那个不太去的那个 QQ 空间，还就在那里而已嘛，对不对？是你时不时的都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第二点，他的孩子这是不可能去断的。公婆那边呢，我觉得你倒应该好好深思一下这个问题。婆婆即将是离去的那个时间点发生事情，让我有两点感官。第一，前妻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我不知道那会儿前妻在干什么，但是她抛去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干扰都来到了前婆婆身上，对吧？以此我认为这个男生的人品不会差。如果当时他们分开是因为他的人品的问题，我觉得前妻对他是有记恨的。以及公婆对前妻的态度也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之间曾经一定是很和睦的关系，说明这公婆家也是很好相处的人。但在他们之间发生的问题，你在这个时间节点去把这件事爆发出来，我觉得很不合适。我在想，我如果是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可能也很难在那个所谓全家福那种，我说不，
所以说你在那会儿说断然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一个爆发点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如果说你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合理解决了，给自己释然，不要把所有的这些负面因素加之于他身上，我想他的问题可能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刚才小鹏老师说让他给到你温暖，同样我也希望你要给他温暖，而不是说哦他们都在不认可我，所以我就是一个最惨的人。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是他想要跟你像小孩啊，他做这种积极态度就是想跟你一起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链接，并且通过这个链接让自己公婆让你们家里那边那些亲戚们都是认可你的存在的。我觉得这里边他的努力也是有这样的期许的呀。其实不信任啊，就是你不自信。再审视你们之间爱情，你跟他之间有问题吗？为什么前妻那是过去的事情，为什么老来这儿掺和呢？是你要把他抓进来的呀。你想清楚这些点，同时男生啊，你再多想想你自己的问题。你其实没有给他很多的包容的空间，让他介入到你的身边来，包括你父母那边的圈子，你没有制造出很多的机会，反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让人家产生联想的事情，不合适。我们要知道现在你最应该做什么，你最应该对谁好呢？是他，是不是？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明勇老师。我大胆的猜想一下，男士，你的婚姻为什么解体？应该不是你不爱他了，是你前妻对你失望到底，他离开你，你无言以对，他离开你，你全家不舍，所以才会母亲重病的时候，所有人照顾他，来来来，我们一起拍个照片，你是我们的好儿媳，是我儿子不争气，所以你离得不情不愿，但无言以对，是你被淘汰出局了。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痛定思痛，我找了一个普普通通欣赏我的女生，我珍惜她，我们平等相爱，好好相处，你可以有一番新天地。你看看你做了什么，结婚不到一年，心在外边，天天不回家，才一年你还让给你生孩子，叫都叫不回家，生什么孩子呢？所以你既然在上一次婚姻中栽了跟头，既然这个女人不嫌弃你跟你在一起，既然你俩平等相处，为什么不珍惜？不珍惜你就走，你不要耽误她。当然前妻也不会跟你，你心里很清楚。我要是你，咱聪明点，把现在的日子过好，好吗？谢谢。谢谢严老师。来，胡老师。你就是你，你不要总想着取而代之。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请关门，来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在一起。哎，我还约他不出来了。好啊。那么拧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他以前每天再忙都会抽出时间陪我，可他现在都不愿意搭理我了。他总是想掌握我所有动态，我连一点隐私空间都没有。他没以前在乎我的感受了，可我真的不想失去他。他每天都在疑神疑鬼地怀疑我是真的有一点太累了。掌声请出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新，23岁，来自辽宁美容院酒吧老板；女嘉宾小婷，21岁，来自辽宁模特。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23岁啊？对，23岁。美容院酒吧老板，对，年轻有为啊，做买卖，模特是吧？谈恋爱谈了多久？我们俩是1月份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然后2月14号在一起了，然后差不多就谈到了现在。在2019年的这个年份，是这意思吧？
你现在觉得他多疑你，对吧？对，因为我承认婷婷非常的温柔善良啊。然后我跟她在一起之前，我160斤，现在给我胖到200斤。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你等一下啊，你说你过去是个瘦子，我过去是个瘦子，有照片吗？你要这照片一放，好多男生就不敢谈恋爱了啊！婷婷，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我原本是觉得我养胖了的话，大家就不会惦记了。但是事实证明我是错的，养胖了也是有人惦记。对，就是这种疑神疑鬼有点太过头了。我哪件事做得过头啊？比如说秀恩爱这件事儿，我真的是比较不喜欢，就是在朋友圈发太多东西。是这样的，老师，就是你觉得谈恋爱男生发朋友圈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可别问我觉得什么，我觉得什么不重要，是正常，我承认正常。那你在你朋友圈发个我照片，你正常宣扬一下我的主权怎么了？我是你女朋友，但是你不敢发，你怕什么呀？我之前有没有发过？是你主动发的吗？哪次不是我逼着你发的？我是不是发了？但发完之后，最后升级，每天早上一条。晚上一条，中午吃饭再一条，然后如果我不发的话，就说我装单身，就是我俩总因为这种小事去吵架，是这样吗？是这样倒是，但是我是一个高调秀恩爱的人，所以你们俩会因为发不发朋友圈而干仗，是这意思吧？算是吧，但后来这个事儿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偶尔我空下来了，回去在家看电影，然后他问我什么。你跟你前女友是不是在家也这样看呢？总拿她去跟我前女友去做对比。哪个女生没质问过自己的男朋友？我和你前女友谁更好吗？那我突然想到了，我就正常开玩笑问一句呗。你反应那么大干嘛？你还惦记前女友啊？你这个玩笑让我开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那就是你惦记前女友。我没有惦记我前女友，为什么早上说我前女友这个事儿呢？那你反应那么大干嘛呀？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她优秀，我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的。你现在因为前女友也跟我生气？因为工作我可能接触的可能85%或者90%都是女性比较多，我这个是一定的，因为美容院很少有男性。对，然后酒吧的话，有些就是比如说小姑娘啥的，真的是冲我来的，真是香饽饽。那或者说冲我那个合伙人来的啊，那我没有办法，他就总怀疑我跟我这些女顾客有一腿，然后甚至他怀疑我跟我同学有一腿。那个同学跟我从小学毕业一直处到现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女生同学。那他为什么会怀疑呢？总有原因吧。要说这事儿我还委屈呢。因为那天我没去酒吧，因为我那天真是实在有点太累了，然后我就想在家休息一下，然后他正好也回家了，打把游戏吧，五个人一起开，然后算我有四个男生，另外一个是那个女生，因为上学我们就一起玩。然后游戏开完之后就开始游戏勿扰模式，就是他说的话没看见之后，过几天我朋友就是那个女生跟我说，她说要不我们就不要以后晚上打游戏了。我说怎么了呀？她说你女朋友找我了。我说怎么跟你说的？听听这话，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女同学讲的，这在我们女生眼里就是挑拨离间。我同学怎么说的？我同学这么说的，我同学说你女朋友找我了，上来跟我说，啊，你为什么跟小星打游戏？你不知道他有女朋友吗？我就是他女朋友，我告诉你，今天以后你不要跟他跟他一起玩了。你这让我跟我同学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同学解释了都。你让我跟我同学以后怎么相处？老师，你能听一下我的想法吗？好，听听听。我当时真的可委屈了啊。你整天他都没回我消息啊，那我自己一个人窝在沙发上，我合计，哎，他今天干嘛去了？他为什么今天又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又跟哪个女客户又干什么去了？那这些事情，因为我没有安全感，这事情在我脑子里都反复的，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好奇你白天没事做吗？因为他之前不是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确实就是我说那个工作你可以就是抛一抛，我说你可以不用说像以前那么去接活动啥的，我说你在家待着就行。而所以说他才有时间，比如说帮我照顾家里啊什么的。嗯，因为闲的啊，听懂了，闲的。嘿，老师，我接着跟你讲那个事情 啊。讲。我真的不是无故的去挑事情。是是是。那你说我男朋友一天都没回我了，那我上游戏，我就正好看他在，那我就查了一下战绩，他连续3天。他那么忙的工作跟一个女生打游戏，那这个女生跟他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脑子里面就开始浮现各种剧情，然后我就加了、都有些什么剧情呢？就比如什么同桌的你啊，初恋情人呐、要不就是新认识的。你没有看见还有其他三个男生吗？那我认识吗？我就看了那么一个女的，但我没想到那女生去告状了。我觉得正常好朋友的话不会去告这个状，这在我们女生他们俩不是关系不正常吗？对吧？
对呀、啊，他在我这就是不正常、啊。所以你都预设好他们俩关系不正常，你就应该想到关系不正常一定会告状，多傻呀！你看你。然后他就去告状了吧？啊，告状了，告状了之后。告状之后，我真的好生气。我说以后你不要就是再这样了。我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你也有。我们俩愿意把圈子打开一下。我朋友，我男性朋友打游戏呢。那你跟你那些男模特拍照，我说啥了吗？老师，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啊，我是一个拍婚纱的婚样模特、啊。那我的工作就是拍出来那些非常甜蜜的婚纱照，不然谁去找影楼拍啊？那我的工作那就是陪一些女生喝酒呢。你啥工作呀？你陪女人喝酒，是个女的就是你客户啊？我是酒吧老板啊。那男的你不陪呗？我男的我也陪，好兄弟啊。那怎么就那么多女的需要你陪呢？那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这样、啊。你就是打着工作的幌子去处理那些莺莺燕燕。哎，我是真的，你总这么说，我身边有什么莺莺，我都让你从160斤胖到200斤了。200斤怎么了？猪肉今年不涨价吗？行，这还不算什么，同学这事儿我也忍了，后期因为找不着我就要去报警。那我不也没报吗？跟我说，你要是再不回我微信，我就进警察局报警。我太害怕了。那能一整天不回呀、啊？我跟你在一起时候，这个事儿我跟你谈恋爱呢。我一天面对你家狗的时间都比面对你的时间长。那我不是在外面好好挣钱吗？我如果不好好挣钱，你能在家里就比如说就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吗？我多挣点钱，不是为了以后能让你过得更好吗？那我在家不累吗？你以为我天天容易啊？我一天天像你免费保姆似的，又给你洗衣，又给你做饭，还得给你遛狗。然后这些做完之后了，啥事没有了，开始想我和我店里的女顾客是吗？做完了之后，那我就找你一下呗，然后你就不回。我们今天过来，我是想把这些事好好的跟你说个清楚。我也想跟你好好聊啊。但你这个态度，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去说话呀。你把你这些莺莺燕燕这些问题处理了，你多点时间陪我，那不就多好解决的事儿啊？我陪你，你能得到什么呢？我就是想让你抽空多陪一陪，我不想天天自己在家。我也想陪你。我要一个月挣2000，挣3000，我可以陪你。但是我不想一个月挣2000，挣3000，那我一定就要忙啊，对吧？我每天可能会从10点忙到后边1点2点。你觉得这样的话，我也谁理解过我呀？然后我回家，我也想回家的时候每天就开开心心的。是我回家有时候有点晚，或者喝的特别多。你可以就是好好跟我说的，哎，下回尽量回家早一点吗？你也不至于说冷个脸搁那地方一坐，然后或者找机会跟我吵架吧。我后来为什么不爱跟你说话，不爱回你微信，那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事让我觉得很反感吗？我最反感的一件事，后来直接让他我手机里头装定位了，就是有手机有添加 ID 那个功能，直接要把我的 ID 添加上去，要时刻知道我在哪儿。那还不是因为你从来你都不告诉我你在哪儿，你和谁在一起。我不想我每天在家只能在家等你，在家想你，在家猜你。那你如果要是不怕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我每次告诉你，我告诉你实话你也相信我是在骗你，我告诉你假话你还是觉得我在骗你，那你说我不如不说了。你心里是有鬼吗？你为什么害怕我跟你装？你也可以知道我在哪儿，这对我们俩都好啊。我不喜欢。对，我来问一下，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啊，他就觉得可能我比较好，然后就追了我一段时间啊，然后我觉得他也挺可爱的，像那个小吉祥物似的长得，然后我就说那就丢比特问卷。你们两个彼此都不信任对方，跟异性相处不会越界。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做模特行业的。哦，对，我知道。对，你知道他，然后你也是了解他的人怎么样，你才确定跟他谈恋爱。但其实从恋爱到现在，你完全不信任他跟异性的交往。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做的就是美容行业和酒吧老板。那他的工作当中一定是遇到有各种各样的女客户，陪着客户。其实我在想两个词儿的区别，一个是爱，一个是宠。如果情侣之间呢，觉得这个爱人随着人不在了，他的爱也就没有了的话，他们之间不是爱。女生一直在要什么，我就在想，其实你要的不是爱，你就要的一种被宠的那种感觉。但是宠真不等于爱，爱是可以让人感到满足的，而宠呢，只能让人越来越不满足。而在宠里面呢，让你变得无能。你这种相处模式，你要来的宠根本随时人可以撤回，你没有价值。你可以为他做牺牲，你可以把这些理解为你对他的爱，但是他没有反馈给你应该有的爱。所以说，你为他在家被人家养。你居然可以自我满足，但是在我看来，他要说可以养你，我马上觉得你是觉得我没有用吗？你是觉得我的事业没有价值吗？
你觉得我是一个宠物吗？你养我，这点真心都没有吗？可见你被宠的已经没有原则了，丧失了自我，丧失自我的人根本都不爱你，所以这个男人不爱你，你也不爱这个男人。男生呢，至于你爱不爱这个女人，你心里最清楚。哦，我如果在家陪你的话，那一个月两三千你能接受吗？从这语言当中显得多么自私，又显得多么看不起这个女人。所以既然不爱，我觉得趁早分开，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年轻的两个人，一个男生就自诩自己非常优越，我是老板，我赚好多的钱，我要养一个女人，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哪来的自信哈。其实在你们这个年龄这个状态，健康的爱情是彼此滋养，共同成长，我在你们身上都看不到成长。你把自己摆在一个上风的状态，其实让我们看起来就是你不尊重这个感情。真正的尊重和成熟的情感是，当我占上风有优势的这一点，我要低下头来呵护他的感受。他不赚钱呢，我不能拿钱说事儿啊。他没有工作，他是待在家里的，我不能老拿我的工作压他呀。这是成熟的爱情。所以我觉得你也收敛收敛自己的气焰，我养你啊，对吧？养着养着你就把小姑娘养伤心了，咱也做不到好好能够去照顾一个这样的女生，咱的年龄阅历成熟度都不够，就别揽这事儿。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爱情才适合你们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但职业各有各的特色。我们还有那么多军嫂呢，还有那么多医护人员的家属呢，他们的伴侣可能没日没夜的工作，难道就天天打电话要去看着查着吗？既然你选择了这样一份职业，是要用夜生活来赚钱的人，请你尊重他的职业。如果你尊重他了，发现他不值得信任，你可以选择离开。你既然选择了他，就要信任他。你总想着那盆水是脏的，他就变不清澈，好吗？希望你们都能快快成熟起来，谢谢。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说两个字啊，你们不要介意啊，就你们俩都有着挺好的颜值。进入真情六十秒，坦诚。来，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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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关门。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们老师进入到惊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朋友谈了一年多了，她因为这两个月刚换工作需要钱，我就把我暑假挣的10000多块钱拿给她用了。当初给她时她真的很开心，可是现在呢，她因为这事儿觉得在我面前抬不起头，说我对她造成了压力，以至于现在她对我的感情也是模模糊糊的。我不想放弃她，我该怎么办？也许真的在你给她借完钱之后，你的一些言语或者行为对她造成了压力。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你不自知，但却伤了他的自尊。不管怎么样，这足以见得你的女朋友是一个非常敏感心细的女孩。那我想你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对于这样敏感的女孩，你是否能够招架得住呢？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